而今次嘅人際關係其中一部分就係言語嗰方面嘅。好，咁咧就係喺言語同埋表達嘅方式上啊，祝福人。咁點解講到表達方式咧？因為表達方式包括語氣同埋啊表情，即係語氣啦，同埋我哋講説話嘅時候嘅表情嘅，都係即係我哋表達嘅時候咧，都影響人嘅喎。點樣祝福人啊？咁咧首先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很多時候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就發覺很多不開心的事，即人對我們不好，於是我們又用他對我們不好的方法來對付他。譬如人很多時候即是不夠好、不夠聰明，有時候我們就會不開心、不喜歡，或者人覺得我們不夠聰明、不夠好，於是他就批評我們，批評完我們自己又不開心。即其實我們看周圍的人，個個人都是有問題，有問題的時候周圍的人就不是很喜歡他的問題。大家你上班的時候你做的事情有時做得不好的時候，是不是同事有事有些同事會不太喜歡，不喜歡的時候可能他的態度上那些言語上那些地方就會不是很喜歡我們的做事方式。或者你跟如果你是結了婚的話，你就發覺你跟你丈夫妻子就發覺很多時候都看到對方很多某方面的問題，或者拍過拖你會發覺有很多相處的問題，就是覺得對方不夠好，不夠好的時候於是我們很多回應、很多反應，有些覺得不夠才幹、不及人、做錯事很多因素。好了，當這人做得不好的時候，我們就會怎樣容易指責他呢？老闆當然不會指責啦，多數不會，但有時有些老闆已經熟埋熟的，即是跟他老熟過頭就有時都會變了就會亦都會話老闆，不過只要話老闆就不會話得很過分的。老闆呢有些就會講下屬就會講得很強烈的。咁人是傾向容易會指責人的，即是人家做錯的時候會話他相處的時候有些問題總是會用話的方法的，就不是去想到怎樣方法最有效。譬如簡單說，譬如有個朋友他經常遲到的，咁你就每次話你又遲到啦，唉，頂你唔順啊，即係啲表情啊、啲語氣啊，咁咧佢係當然佢又會覺得唔舒服啦，但可能下次又嚟過喎，咁下次即係你都識得有啲朋友佢梗係成日都遲到，咁你都發過脾氣好多次喎，已經好多次頂佢唔順喎，佢硬係總係處理唔到，咁其實咧我哋需要同佢一齊去傾下，去同佢討論下。咁點樣辦法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呢？即係我哋係需要可以咁樣去幫佢同佢討論，但係我哋係嗰時用情緒嚟到表達嘅，或者個仔女做得唔好有時我哋就會掹啊掹陣嘅時候越掹佢佢就越唔中意見到我哋掹，就唔想見到我哋，所以佢有咩事呢通常嚟講係好少仔女做錯事會將佢做錯嘢講俾人聽嘅，講俾佢父母聽啊，好少嘅。但係即係有一樣嘢好神奇，我真係覺得好神奇。我太太真係好特別，佢有啲咩做錯咗咧，佢係完全冇禁忌地話俾我聽嘅喎。即係有時我都好欣賞佢喎，佢好冇禁忌。哎呀，今日真係論盡咗啦咁。佢有時都講笑，佢話一日論盡三次，一次八個鐘頭咁，即係講笑啫。咁佢咧就會，即有時咧，佢會話：哎呀，今日我又唔記得做咗樣嘢，又論盡咗，倒寫曬啲嘢，根本我唔知嘅。但係佢會講俾我聽。咁有時咧，我自己咧個潛意識上會咁樣。我試過有啲做錯嘢咧，我就冇話俾佢聽。咁佢就問我，佢話點解你唔話俾我聽咧？咁我話其實真係覺得好魚咯，就係做錯咗，咁咧好魚。咁其實咧，我又知道佢係唔話我喎，佢真係次次唔問我。呢個係佢養成嘅習慣，亦都係我屋企養成。佢係話唔會，即係佢唔會指責我嘅，係佢會去可能同我討論有啲事情，同我討論點樣去處理。咁其實當我知道個問題，我已經會處理嘅。但我太太佢好有安全感喎，佢咩做錯事啊？哎呀，即係今日懵咗啦，哎呀唔記得做呢樣，唔記得做嘅。佢好自然地咁就講出嚟，完全唔會諗啊！哎呢樣嘢咁魚，唔好講俾人聽啦。但係佢一啲都唔會咁諗嘅，即係佢嘅心裏面咧係好有呢種安全感。但係好多人唔係嘅。很多人很怕講俾人聽，因為點解講俾人聽咧？人哋會窒我哋，又會話我哋，咁咧覺得好醜怪。咁呢個其實人嘅言語好多都係會中意，或者表情上唔中意嘅。
咁另外一人咧，好中意同人比較。你睇人哋啦，讀完大學啦，你讀又讀都讀唔到，你又入唔到，你又啲啊做啊咩都做唔到，即係好多時咧，人就會咁啦。咁有時人哋比較，有時我哋自己比較，唉，你睇佢啊，帶領團隊幾好啊，帶領敬拜幾好，但係我自己做唔到，就會變咗唔夠膽去做啦。但其實咧，神係接納所有嘅人嘅。嗱的而且確，我哋係會嘅心裏面有種比較，同埋見到自己嘅仔女，唉。點解人哋嗰個咁叻？點解我自己都唔叻嘅咧？個心咧就好猛，咁咧越話佢咧，佢就越唔中意嘅，越唔能夠改變嘅。好啦，或者咧做錯事咧，又會即係嗰啲懲罰嘅行為啊，扭耳仔啊，即係咧就表達下點樣啊？你做嘅錯事個心咧好猛震、好激氣咁樣樣。即係人因為別人做錯事係往往有不同嘅反應嘅，咁或者係踩低人啊。呢個圖啊，你睇到呢個人咧，哇高咁多，嗰個細咁多，即係佢講説話踩到佢咧，佢話呢個細嗰個，即係其實唔係細啊，呢個踩到佢啦，即係好似好細咁。佢話點解你講嘅説話，點解成日覺得你要咁刻薄嘅咧？對我講説話，佢英文嗰度咁樣寫啊，佢自己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啊，即係自己咧好似叻過人，有時講嘢咧好似好容易去比較啊，啊好容易去競爭啊，同埋咧人有時覺得咧。夠鬥鬧啊！即係佢鬧我，跟住鬧翻佢啦；佢頂我，跟住頂翻佢啦。即係用呢種嘅方式嚟到對待。咁佢鬧我先，咁冇理由我唔鬧翻佢噶嘛。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思想嘅模式啊。或者咧覺得邊個大聲咧，嗰個就贏啦。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咧，要點樣都要話翻人，講翻人點樣錯。咁於是咧就覺得自己叻過人。呢啲都係一啲唔好嘅相處嘅方式。咁但係。我哋個個都係基督徒啦，坐喺度，係咪到底我哋係咪個個都能夠時時用正面嘅説話？因為我哋有時真係咧，俾人做錯嘢，好容易激到我哋猛震啦，啊唔開心啊，喺言語或者態度上啊，會唔會有啲地方咧？嗱，有時我哋以為我哋冇嘢喎，但係對方係睇到嘅，點解睇到咧？好明顯做一件錯事咧，跟住你唔睬佢啦，跟住個表情咧又唔係好開心啦，佢就會睇得出嘅。你有冇留意到你同某啲人相處嘅時候，你做咗啲事咧，佢就會唔出聲啦。咁你已經知道佢唔中意啦。咁你就即係覺得點樣氹翻佢咧咁啊？你啲常見嘅負面嘅話就係、是、又係你錯啦。哎呀，點解你錯咧咁啊？你可唔可以負責任啲啊？點解你成日都唔聽我講嘅？我説話你唔聽我講咧？如果你唔中意，你走啦咁。呢、這個就夫妻有時都會講呢咁嘅説話喎，其實係唔好嘅，但係。有些夫妻真的講過很多次，啊、你真的冇用啦，真係蠢啦！我永遠都識，即係唔搞唔掂你，到底你係個咩人？點解你會咁樣樣嘅咧？你應該有咩下場咧？應該係你，即係你咁樣做事咧，應該有咩下場嘅？你只係諗到自己啫，成日諗到自己，即係咁自私嘅。嗱，呢啲説話咧都係負面嘅説話，可能對方有錯先喎。但係到底錯之後，我哋咁樣去踩低佢，有冇幫助咧？咁？其實指責或者鬧係唔係好嘅方法呢？其實咧係必然有唔好嘅後果嘅，或者我哋嘅態度上對人嘅態度上唔好嘅時候，有冇好嘅後果咧？其實都必然有唔好嘅後果。咁好啦，我哋想要改呢樣嘢，點樣去改咧？點樣處理呢樣嘢咧？第一就係個心態上要改，喺心發出嘅，我一齊讀下呢、這個咧係《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五節。善人從他心裏所存的事就發出善來，惡人從他心裏所存的惡就發出惡來，因為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即個心裏面咧，好多猛震咧，就自然就會講出嚟噶。好簡單，哎呀架車又走咗啦，咁你即已經係猛震噶。即係你想像耶穌，原來同耶穌一齊，耶穌會成日，哎呀啲人真係咁唔衰㗎，真係，哎呀冇用，你哋班人真係冇用啦。即係咪時時咁樣去講呢啲負面嘅説話咧？咁咧其實個人善嘅時候咧，佢時時諗嘅都係善，都係祝福人嘅。咁而好多時即係因為我哋裡面存住一啲憤怒啊，唔能夠接受人啦、啊，唔係一個祝福嘅心態，於是心裏面就激氣，激氣嘅後果係邊個受苦咧？係自己受翻苦喎，自己唔開心喎，自己會猛震喎，自己會瞓得唔好喎，即係人哋對我哋唔好，跟住我哋自己嘅心裏面就唔中意啊。所以個心態係首先嘅，即係唔係就個口唔好鬧人，唔係個表情，而係個裡面能夠接納人嘅罪，
能夠融化啊，俾即係能夠咧係去用善待人嘅。嗱，如果我哋堅持人哋唔好，即係淨係睇人好嘅時候咧，就會點做呢？就會批評人啦。所以有時有啲人走埋一齊就係批評呢個同事真係衰啦衰啦咁啊。啊，我唔知道大家你有啲同事一齊會唔會佢哋走埋一齊咧，就喺度批評啊老闆真係衰啊，點解做埋啲咁嘅嘢咧？啲同事點解咁懶嘅咧？咁就好容易。嗱喺咁嘅場合咧，我係一定唔會夾下嘴嘅，因為我知道係罪，即係好敏感到呢個罪。咁我就會，如果真係有個人同我講嘅時候，我就話：好啦，咁我哋諗下點樣辦法去幫佢啦，好唔好？如果揾到個解決方法，好多呢啲人講咧，佢唔係想揾解決方法，佢係只係想呻嘅啫。呻完跟住咧，佢又會傳開嘅。咁我自己都受過呢一類嘅苦啊，即係有啲人咧，佢冇同我講，佢覺得一個問題，佢冇同我講，佢就自己喺度耳惡喎，跟耳惡就傳開啲好，變咗啲説話越傳越差。但可能咧嗰件事即係佢唔接受咧，唔明白。並不是有錯的，但人就會傳一些不好的說話批評人，或者比較他、這個人不夠那個人好，或者笑人，或者就是令人難受，這個時候是很難去提升人的。好了，但如果我們能夠有建立的心態，就是怎樣？我們經常說體諒人有罪和不嫌你，覺得建立人是自己的福氣，有耐性和愛心去建立人，不會急於要人馬上改善。咁嘅意思即係點樣樣咧？即係接受到人都有罪嘅。我見到人有罪唔出奇嘅，我都有罪，所以我接受人有罪呢個第一啦。覺得建立人係福氣嚟嘅，我成日想祝福人，時時嘅心裏面咧就諗住我能夠講句説話，能夠鼓勵佢，能夠幫助佢係一個福氣嚟嘅。但有啲人就覺得蝕底，明明佢鬧我，我仲要對翻佢好喎。他罵我還為他祈禱，就很蝕底咯。變成這樣的時候，其實越是發回脾氣，越是自己受傷害，越是祝福人，自己越輕鬆越平安。當你生氣人的時候，你發覺很多時候有些人就會繼續去想，想那些不好的，繼續去生氣人，這樣的時候越來越不開心。但如果他時時都去立刻處理，又經常為他祝福，他心就會鬆了，鬆了之後那就很快處理，很快鬆回的。好了，咁同埋咧就會有耐性同埋愛心去建立人啦，就係話有耐性慢慢去幫助人，慢慢去提升佢，慢慢去幫助佢，唔會急於要人馬上改善。有啲人咧就希望咧，嗱你既然我話俾你聽呢啲唔好啦，你即刻改啦咁。咁但係點解人能夠即刻改咧？如果係咁啊，教會冇曬問題啦，係咪？家庭冇曬問題啦。如果人能夠即刻改，人就需要耐性。有啲人都話神用咗好多年幫佢啊。我自己都是喎，神用了很多年幫我喎。你有冇發覺有些罪神用了十幾年幫你咧？所以耶穌很多年仲係會犯某些嘅罪喎。神咧就會一路提一路提。神有冇猛震咧？有冇日日都耳望望我你咧？神係用很温和的方法，佢提醒我哋嘅時候，我哋都覺得是温和的，係覺得是舒服是平安的。神會提醒我哋嘅罪，但咧佢係會鼓勵我哋提醒我哋嘅。所以我哋唔好急於要人哋馬上改變，如果佢的咁樣改變，就即刻欣賞喎，就唔好話今次好得咁少咋。譬如小朋友，佢當佢考試嘅時候，上一次考得好差，今次好咗一分，好咗一分咋。咁嘅時候咧，佢就覺得我努力咗，你又睇唔到，但係佢話：哇，你好犀利啊！你好咗一分喎，哇，好叻喎咁啊！將來你會越來越好的，那嘅時候咧，佢係會越開心的，所以不要急於，即係當然佢能夠改善咗，其實是令到佢自己想啊。大家會發現一樣嘢，我哋大家改善的地方咧，唔係有人餓到你想改喎，係自己想改。即係人哋餓你咧，個後果咧未必真係我哋好想改，反而想。猛咁諗點樣對抗佢先啦，話俾佢聽我其實冇錯嘅，即係好似想證明俾佢聽我冇錯嘅。咁但係咧，其實咧用最好嘅方法就係能夠去欣賞佢係更加好嘅。好啦，咁咧聖經又講到令人舒服同開心啊，令人開心啊，咁啊令人開心。不過舒服就係我加上去嘅，即係令人開心嘅。箴言23:25一齊讀啊，你要使父母歡喜，使生命的快樂。咁呢度講到咧，唔單止係孝敬父母、幫父母、俾人去食，
而係俾佢食得嚟咧開心啊，係唔同嘅喎。啊，即係你都聽過啲説話啦嘛，俾個父母食啦，係俾佢食啊。不過食完佢唔開心，佢覺得你好似執嘢俾佢食，好似俾狗食咁樣，咁佢係唔開心嘅。但係你特登做嘅時候講嘅時候係令佢開心咧，咁佢咧就會當佢食嘅時候咧都會開心嘅。咁其實令人開心咧係其實我哋識得點做噶啦，例如。有個小朋友，你而家覺得佢好得意，你可唔可以令佢開心啊？你有好多方法令佢開心㗎嘛？如果小朋友好得意嘅，你誒氹下佢玩下啦，笑下啦，送嘢俾佢食啦，係啦，扮鬼臉啦，同佢玩啦，好多樣嘢令佢開心嘅。但係點解嗱？譬如另一樣嘅話，大家如果養狗啊，城市人家好少養狗啊，或者以前曾經養狗。是不是狗很容易令它開心，很容易喜歡它，因為為什麼狗不批評我們，所以是的，即是狗永遠對我們好，它永遠不會懷恨的，所以我們對小朋友和狗是很喜歡的，但是對於大人呢就覺得大人呢很複雜，很多機心，很多麻煩的東西，所以有時我們不是那麼想令它開心，同埋好多人結婚咧都冇呢個心噶，啊結婚咧就係佢就點咧？嗱我照顧你啦，我俾飯你食啦，我即係其實好多人結婚咧係想得到一啲嘢嘅，譬如太太想得到個丈夫係照顧佢啦，啊對佢好啦，關心佢啦，有種温暖嘅感覺啦，咁而丈夫想太太咧就係一個温柔嘅啦，其實丈夫想太太咧係冇講咁多嘢嘅，即係想佢温和啲啦。不要那麼耳磨磨啦，能夠是用愛心啊、服侍啊，即是丈夫是會喜歡的。那很多時候人呢就是想到我想對方是怎樣，當對方做不到的時候就開始耳磨磨，就很少想到我今天有沒有令我太太或丈夫開心了呢，我今天有沒有令她開心了，很少這樣想的，只是想到我已經跟你結婚了，我跟你結婚即是我就愛你的了，那你不用問那麼多的了，即是很多事就會這樣，而不是想到我令他開心可不可以呢？這裡講到令父母開心，其實你應用呢可以說不是只是令父母開心，令你周圍的人都開心，那我和我太太是時時都令對方開心的，同埋對方開心我們又會開心，又表達回欣賞他的開心，即是時時有建立一個關係，那我都希望我們能夠有這種關係，雖然我們這裡未必同一個教會來的，但我們能夠同弟兄姊妹相處，能夠令人開心，以致我們回去家裡的時候或者做工的時候都令周圍的人開心的。好了，腓利門書一章七節，我們一起讀一下，弟兄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信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這裡講到腓利門所做的事呢，令到保羅呢又開心又安慰，同埋呢眾聖徒都因為腓利門呢心裏面呢得到暢快，即係話基督徒係應該令到人開心嘅，唔單止係做啱嘅事，係亦都係令人開心快樂嘅。咁但係好多時人呢就未必咁樣有呢個心態，所以我哋嘅心態我要祝福人令人開心嘅，所以你返公司你唔就話我做好我嘅工作，我令到我周圍嘅人都開心，可唔可以呀？譬如你服務的人，這件事在社會很少的，服務的人呢，尤其是如果在政府部門呢很少呢，那些人即是那些服務員的人呢，被服務的人呢很少覺得那些政府的人員呢是令你開心的，即是他只是做了他的職份呢你已經很開心，但通常那些店舖呢即是生意有問題的，他就會令你很開心，他就會多謝你，但有些地方很多人他就會他怎樣歡迎光臨，我頭不知道去哪裡的最後那時候他說什麼多謝你，個頭又不看著，眼睛又不看著，即是他不是很在意，但你發覺那些老闆如果他很在意那些客人來他就真的會多謝你多謝你來幫襯，他會令到你開心，咁有時咧，人做嘢，譬如翻工，你會唔會諗令我嘅同事開心呢？但有時人就話：乜包括埋呢樣嘢咩？我做工係啦。如果你咁諗就好啦。但係咁樣做嘅時候咧，係真係我哋又開心，又令到人開心，係咪？我唔知啊，想分享少少。即
如果佢真係做緊嘢，縮埋喺後面，佢講咧，歡迎光臨，我會覺得係好嘅，因為佢縮埋佢都講。但係當佢起身嘅時候，佢講歡迎光臨，點解隻眼唔係望住我哋嘅咧？即係我就覺得好奇怪，係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好奇怪嘅。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時時有個祝福人嘅心。咁我自己講到咧，話好留意望住你每一個眼睛喎。你有冇發覺呢樣嘢？我係逐個望嘅喎，我係逐個望嘅喎。我是想跟你有 connection， 我是真的望住你的眼睛，我是認識你作為一個個人，我不是認識你作為一群人。但我見過人講到是很明顯的，是我的群人的。我只是鼓勵大家，你不要去批判那些講道的人，不過我只是說，如果你有機會教導的時候，你望住每一個你講的人，譬如你教小在小組或者主學，望住每一個人其實係會更加同佢建立關係嘅，即係讓佢覺得被睇重啊！見到人嘅時候，嗱有時你見我喺出邊嗰度同人傾偈啊，咁有時我見到就會問下你近來點啊，咁啊佢講下，跟住我就回應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可以養成嘅習慣，時時都有關心人嘅需要嘅心。好啦，即係先講一個心態，即係我哋想改變我哋嘅言語。第一心態，第二就係言語啦。雅各書三章九節，我一齊讀下。我們用舌頭頌讚那為主為父的，又用舌頭咒詛那照著神形象被造的人。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裏出懷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即基督徒咧係讚美神嘅，係咪？我哋時時都去到教堂都讚美神嘅。但我想問大家，我哋對人嘅説話係咪全然都係正面咧？唔係喎，係咪？好多説話咧係。講佢嘅唔好，或者甚至有時會背後講人，所以我哋就神啊，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個口咧出嘅係盡都係好嘅。即係你買一樽咩水啊，啲甜嗰啲水啦，你期望你飲嘅時候係飲甜水啊，會飲飲下甜，忽然間有換下苦嘅咧，唔會嘅係咪？你梗係期望你買一樽係甜嘅水，你就會飲嘅係甜嘅水嚟嘅。咁我哋嘅口咧都出甜嘅説話，係祝福人嘅説話。以弗所書四章十五節一齊讀下，唯用愛心説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聯守基督。用愛心説誠實話，好多時候有很多正面的説話，我哋欣賞人啦，鼓勵人啦，安慰人啦，話俾佢聽你做到嘅。咁另外一啲有啲人覺得困難咧，就係當人有做錯而同佢講嘅時候咧，這個就好難啦。咁我哋點樣去講呢？有些人就是忍都忍，即忍不住，即是怎樣呢？一次他遲到忍住，第二次又再遲到再忍多一點，三次遲到還是忍，但是意識已經開始不好了，他未來的時候已經意識不好，一出現的時候已經意識不好了，就怎樣忍到最後的時候一出口呢，blam blam就罵了。那就不是用一個傾偈的方法了，傾偈的方法呢譬如他自己已經會講啦，咁佢譬如話：，我又遲到啦咁。咁嗱，如果佢偶然遲一次，咁我唔需要講人名啊，唔緊要咁樣啦，係咪？但佢次次都遲到，佢只話對唔住。咁我哋話，咁我哋可以話：，咁你又諗下有咩方法咧？咁樣有咩方法可以處理呢樣嘢咧？咁樣即係同佢去傾偈、去討論啊。咁或者嗰嘢冇講，但係佢遲一遲到或者遲做錯一樣嘅，咁我哋就可以去同佢傾啦。咁我都想。但當我們跟人傾這些事的時候，我們都應該有個墊底，個墊底呢多些跟他講正面的說話，讓他覺得我們是喜歡他、接受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喜歡人，我們有沒有學習喜歡人？不是只是說我祝福你，祝福和喜歡是不同的。喜歡就是他心裡面見到這個人會覺得歡喜的，祝福呢可以是好，祝福是好的當然，但祝福呢可以不是一定見到他歡喜的，但我都是祝福他，即心裏面歡喜的人是不同的，即是說求主幫助我們，是個心裏面喜歡他來勸導他，勸導他的時候就去跟他想，即是跟他說有一樣東西，我想即一向都跟他說正面說話，然後呢即讓他覺得我們是歡喜他的、接納他的、鼓勵他的、欣賞他的，然後呢就在真係發覺佢時都犯同嘅錯嘅時候，我就可以同佢商傾下啦。我就同佢講啦，譬如話我發現一樣嘢，我希望你唔好介意，我想同你講下嘅咁樣。
佢話緊要咁，佢話咧啊，我發覺好多次你都遲到咁樣，咁啊，我哋其實可以問佢點解，但亦都可以唔使問點解嘅。咁我就想問啊，你覺得有咩方法處理咧？咁樣，即係有咩辦法可以咧？你啊會可以準時一啲咧？咁樣，即係用一個討論嘅方式啊。當佢講誒係啦，我成日都啊。不知點解預算啲時間，我預算咧出門口咧就十分鐘搞掂嘅，點知搞多半個鐘頭咧遲咗啦咁樣，譬如咁講，咁咧我哋就唔好定佢嘅罪。咁我話嗱，咁你知道係呢樣嘢處理啊，原來咧就你預算十分鐘，但結果係個鐘頭，咁你就預算多啲啦。咁啊，即係用咁樣嘅方法去同佢去商量、去討論。咁然後佢下一次咧，佢又真係得咧，咁我哋就欣賞佢咯。咁嘅時候咧，我哋嘅言語就會更加好啦。我想問大家，其實很重要，今堂一定很重要的，你覺得你的言語是不是盡都是甜的、鼓勵的、安慰的，令人聽到是舒服的？是非常好，尤其那些最近的人，中間有些結了婚的是最難的，可以說是最難、最困難，因為為什麼呢？結了婚的人是因為相處日日夜夜，經過五年、十年、十幾年的時候是會困難。咁就算冇結婚嘅，同我哋時時相處嘅，都係會容易有啲負面嘅説話出嚟，係咪？所以我哋首先有呢個敏感度，知道我哋需要嘅，我哋就神啊幫我哋有愛心説成嘅話。咁我真係咧，其實講愛心説成嘅話係要揾時間喎。譬如人哋唔開心緊，你唔好講嗰啲嘅喎。但如果佢啱啱講，我講到唔知點解咁樣，我做啲人唔知點解咁，咁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問佢啦。咁點解我問佢咧？咁你？我聽到你覺得你做啲嘢有啲唔開心喎，係咪？首先回應佢嘅感覺先，你有啲唔開心，係咯。我次次都咁樣做嘅時候，做得唔好咧，我就唔開心啦，咁樣。即係回應佢感覺，咁你都可以安慰佢喎。咁其實咧，可以我哋話俾你聽，係嘅，我有時做嘢都會做錯咗，做得唔好嘅。咁咧，但係神係祝福我，啊，神係接納我，我都接納你嘅，咁樣，即係俾佢有舒服嘅感覺。咁然後佢就話：啊，但係我始終有個問題做得唔好，咁我哋就去同佢講啦。怎樣可以改善，即是在一個適當的時候，如果你發覺那個人不信任我們的就不要說了。為什麼呢？這個人對我們經常都不信任的，你再說這件事他都不聽，所以一定要說正面，即是我們要分辨。有些人他已經是時針對我們，是好像跟我們作對的，那你還說他不好的事，他就還更加跟我們作對。那這樣的時候呢，可能需要第二樣，即係唔係我哋自己面度嘅。好，欣賞人啦，其實彼書四一八一齊讀下。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不幸，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即係時時去思念。思念自然又會講啦，思念自然會感謝神啦。即係神都感謝我哋喎，神講到咧，做咗一個小子身上，就在我身上。咁學習欣賞係好係好好嘅。咁我除咗欣賞行動咧，仲要欣賞咧佢嘅動機啊。即係譬如話啊，多謝你，真係好有心，特登同我去為咗我緣故走去買呢個禮物，特登咧佢特登幫我要做咁多樣嘢啊，真係好多謝你。同埋咧，你一路送禮物俾我，我好欣賞你好開心嘅笑容，我好欣賞你送啲禮物俾我，真係令我成日開心曬啊咁啊！嗱，呢啲説話咧就係欣賞嘅説話啦。可唔可以我哋對人講呢個嘅欣賞説話？即係欣賞佢唔單止個行為啊，欣賞佢嘅心態，佢預備好嘅作為嚟到做呢樣嘢。就算嗰樣唔係咁好咧，我哋都欣賞佢喎。有啲人咧，我以前曾經接觸過有啲人，佢對我態度唔係好喎。不過我見到佢有啲嘢做得幾好咧，我一樣欣賞佢嘅。我照樣繼續欣賞佢，咁我希望佢有一日會收到。咁有一次咧，我以前我喺曾經做軟木，亦都同時做教堂嘅牧師，用軟木為咗支持我自己啦。咁我次次去我都同嗰啲人招呼嘅。到我臨走嘅，有一個護士同我講：佢話你呢段時間你次次見親我，你都招呼我，係令到我好舒服。但係佢一路都冇講過。留到最後嘅日，我先聽到佢講呢句説話。咁我心其實是一個鼓勵。原來有時我哋做有啲嘢，我哋唔知道係有一種好嘅影響存留嘅喺度嘅。咁希望我哋大家都能夠
講多啲欣賞説話，你覺得難唔難啊？講欣賞説話有咩難啊？諗到咩原因難？唔緊要㗎，你講出嚟啊！唔係咁好接受咯，一聽一大步，即係覺得太虛啦。即係點講啊？係即係譬如好熟嘅啦，已經一個即係好熟嘅啦。咁大家都不如做啲唔同嘅拍車，即係話我好開心啊！我唔知如果你同佢一齊坐，其實我覺得唔使咁講，好假。有可能是你們不習慣，即是你們的背景不習慣。有沒有人這裡的背景，你們的習慣跟你周圍的人是說說話，好像我所說的經常都欣賞了，有沒有？心欣賞，但冇講得出嚟。係啊， okay. 但我都真係個表情都做曬，即使都好開心。好。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咧，你有冇有時覺得有啲人同佢關係好似都唔知佢其實對於你嘅點睇法？如果佢能夠表達一下咧，你會好歡喜。有冇你有冇有時有啲咁樣嘅情況？有㗎，有㗎，又唔知點問。呢啲冇得問㗎，即係佢中唔中意你，佢接唔接受你係佢講嘅，唔能夠問㗎。你中唔中意我？你男朋友？你係接受我，梗係唔會問啦。呢個係個關係，我哋必然我哋自己建立出嚟嘅。我想話俾大家知，我嘅出生唔係一個咁樣嘅背景嘅。其實呢類講嘅説話方式咧，我係有好多係受細胞小組網絡嘅影響嘅，細胞小組網絡。就佢哋咧係真係好多時咧係盡量佢哋教導啲人咧係去真係講正面嘅説話。咁而我自己嚇，我真係我收到人正面嘅説話，我係覺得係鼓勵。雖然我唔依靠人嘅説話，即係我唔係話啊你話俾我聽點樣幫到你，咁我就會好開心。冇人幫我就會覺得好辛苦，我唔會咁樣嘅。我唔係依靠人嘅欣賞嘅，但係我當我聽到人嘅欣賞，我覺得係一種鼓勵。即係正如嗰個護士話俾我聽，原來我每次招呼佢咧，都係俾佢一種鼓勵啦。係我之前我唔知嘅，我覺得佢講出嚟係俾我一種幫助嘅。咁同埋我自己日親身經歷就我太太不斷嘅講嘅正面説話，真係俾我係好舒服、好開心嘅。我就覺得第一係真心，即係我想講意思就係，我哋真心成為一個真心想令人歡喜快樂嘅人。即係我哋同佢相處嘅時候，令到佢歡喜快樂，亦都鼓勵佢，俾佢睇到佢嘅潛質，佢做得好嘅地方，即刻欣賞佢。因為我亦都覺得好多人咧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嘅，即係譬如話學習訓練、祈禱啊，去參與侍奉啊，去教導啊，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做唔好嘅。咁但係我如果佢又做得好，我就會欣賞佢，都會提議佢點樣可以改善。咁通常即係我睇到人咧，係好多時都會話。我做得不好，即會有這種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欣賞的說話是給他一種鼓勵。咁至於話開心見到人呢，我又的而且確不是覺得人人見到人都是開心的，有些人是的而且確特別開心的。嗱，我見到有些人，我唔即我其中一個例子，一陣間九點鐘喺度祈禱嗰個人咧，
佢喺副詞見到我咧，佢係好開心先嘅。嗱，我你當中都即係其實好多個咧見到我都係好開心先。但係咧，一喺九點鐘嚟嗰個人咧，喺度見到嗰個咧，通常都係佢嘅。佢次次見到我都係好開心嘅表情嘅，亦都講好開心嘅説話。咁我係見親佢我都好開心喎。咁我亦都可以話我見到有啲人佢係對我有好嘅回應咧，即係我覺得我哋會有一種信心喺個關係上有一種信心嘅。咁我希望我同你哋個個都建立到呢個關係，即係令你覺得我唔係喺度講嘢嘅啫，我唔係就喺度講道，我係同你哋建立成為一種有關係嘅關懷嘅，我關懷你個人嘅需要，我能夠幫到你，我願意幫你嘅，即係我希望係建立到一種咁樣嘅關係，所以我就會特登去講一啲欣賞嘅説話、開心嘅説話。就算有啲人我係幫緊，佢係有困難嘅，即係有啲人哎呀我好多麻煩啊，我都係歡喜去幫佢喎。咁呢個係神俾我一種憐恤嘅心。嗱，你想象下，譬如你係一個有好多麻煩、好多困難嘅人，要我去幫，或者有一個人你要我去探。咁而同我去探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唔開心嘅。咁我諗你都會唔開心，但係我去探嘅，就算幾辛苦，我都開心去探，因為我覺得祝福嘅人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希望我唔知道啊，我可能你一下子你會都會能夠即係你嘅睇法會改變啦。咁我唔知道其他人聽我講，你會唔會覺得都係應該多啲講欣賞咧？因為覺得係呢啲。葉牧師 style， 石巴小哥 style 都唔係好啱我嘅。係㗎，係真係要做到咁。咁自己都會青春美麗啦，一身都開心。係啊，會開心，真係會多啲朋友啦。係啊，成日都靚啲㗎。係啊，會㗎，會開心嘅，真係會開心，真係會開心。你有冇發覺？即其實嗱，我知道我同你個個關係唔同嘅，因為有啲人係揾我多啲，即係幫助啊，或者有啲人咧係。有多啲回應啦。咁我想問你，即係話有時我對你哋嘅回應啊、鼓勵啊，係咪一種嘅令你覺得舒服同我相處咧？咁嗱，呢個就係我想講啦。係啦。即係唔係淨係葉牧師 style， 就係你都能夠令到你周圍嘅人都更加開心。咁嗱，你未咁舒服，好似我咁講，我係真係欣賞人話。哇！你今天笑得很燦爛，你很開心。我每次見到你都是咁開心笑，我會話俾人聽嘅。咁咧就即係我希望你哋，即係你未去到呢一步，你都能夠講啲欣賞嘅説話。好，好啦，有啲説話可以講嘅，一齊同下神看重你的，我也看重你，你很寶貴的，你必能克服的，即係你一定做到嘅。我們一齊努力，我欣賞你的努力。有時有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我們一起努力吧，靠著耶穌一起努力，我欣賞你的努力，你真的努力去做的，你做得到的，這一類的說話是令到聽的人覺得舒服的。好，我要繼續了。耶穌也是，耶穌看中我們說，約福音十四章十五節一起讀，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和父那裡。嗱，呢度講到耶穌話：我所做嘅事，信我人都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嘅事。的而且確，好多人喺世界上話：耶穌，你有冇搞錯啊？我點做都你做嗰啲嘢，係咪好多人都會咁講啊？耶穌，我唔係好掂啊！你又點樣？我唔掂喎。其實任何一個耶穌話：你出嚟做嘅事比我更大，嗰人話：有冇可能啊？即個個都會覺得冇乜可能。咁耶穌講呢個時候係咪真心亦話哄我哋咧？耶穌真喎，真係話俾我哋聽，佢真係將呢個能力俾我哋，佢好欣賞我哋，我哋可以俾神用嘅。正如呢個世界上有啲報道家，佢帶領信主嘅人比耶穌更多，佢栽培嘅人比耶穌更多，佢唔係做得比耶穌更好。耶穌話：我所做嘅事，你將來要做咧，做得更好喎。呢句説話就冇人能夠做得到啦。但係做得更大咧，就可以做得到啦。咁咧，即係呢個世上真係有啲人做得更大。咁你話我唔係嗰個喎，但耶穌係俾咗你呢個潛質，你可以做得更大。但係呢句説話俾我哋睇到咩啊？就係耶穌會睇重我哋，睇得起我哋噶。一齊同大家講，耶穌睇得起你噶，你好寶貴㗎。
你好寶貴啊！耶穌睇你啊！哈利路亞！好啦，馬太福音九章廿二節嚇，對唔住啊，嗰度冇人出嚟。耶穌轉過來一齊讀啊，看見他説就説説咩啦？女兒，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放心。呢句説話真係好好啊！耶穌話：女兒，如果耶穌同你講女兒、兒子，你嘅感覺係乜嘢？好親切。但耶穌就係咁嘅，咁親切。我哋可唔可以同人講嘢咁親切？有冇覺得 BB 就得哦？同 BB 又得，同大人好似好難。但其實可以嘅。首先同嗰啲我哋熟嘅人先好冇？同嗰啲同基督徒嘅人。越熟的越難嘛。阿牧師，我依家想問，最近咧，真係從嗰個教育嗰啲初小的朋友咧，淨係攞個電話嚟同個媽媽講，我好愛你。有啲講嘢都講唔出，想講出咗都喊，點解佢喊嘅？習慣。那即係感動，可能感動，有可能佢真係好唔自然，即係兩種可能性都。啊，個老師嗌咁講。我好愛你，咁講完之後喊嘅有個男仔啊，講六句都講唔出啊。咁有啲就佢就唔慣咯，咁呢個都係好㗎，呢、這個老師叫佢做。咁即係睇到耶穌咧，佢係好關心我哋，佢同我哋都係即係好親切嘅。有一日我哋去天堂，有一個人曾經去天堂，我都有個影片嘅，喺屋企我第日攞翻嚟俾你睇。佢見到耶穌，佢話咧，其實佢見耶穌嘅時候好後生，佢講翻嘅時咧，笑容嘅時候已經係中年。他說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你見到耶穌的時候即是你不會想到他原來這麼大的愛來到他身上，他說的時候他自己都哭，他說了他的影片呢，他有他自己即有人扮他就見到耶穌就哭，而他自己當日他說回這件事的時候，他說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當我們見耶穌的時候我會很感動，即我是很相信的人，有一天我們見到耶穌的時候，哇，耶穌原來愛我們，愛得這麼緊要，當我們深信耶穌這麼愛我們，我們就可以去愛人，這裡講到女兒放心，這句說話沒有說放心不用擔心，放心吧，行的了，是不是？耶穌就是說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耶穌就經常跟我們說放心，不用擔心的。好了，如果有人有弱點就怎樣呢？一起讀吧，欣賞他的強項和努力，他有弱但他有強的地方，欣賞他，欣賞他做得好的地方，雖然他有弱，不要經常都講他弱的地方，講他的好的地方。譬如這樣，我認識有些有弱智的人，不過我發覺好幾個有弱智的人有一樣東西很特別，有些容易笑，有些講話沒什麼禁忌，很容易和人聊天，這是他的強項，即是他很容易和人 make friends，果然同人傾偈喎，咁我哋都可以欣賞佢呢樣嘢。咁雖然佢同時佢係有弱智，但係我可以同時欣賞佢某樣嘢。有人有弱點都睇重佢，即係唔好覺得佢呢樣冇用啊、蠢啊，唔好睇低佢。邀請佢思想點樣去改善，即係當我哋去諗到嘅時候，去同佢諗下點樣去改善啦。啊，或者俾佢睇到個圖畫，神點樣祝福你嘅，你可以點大大俾神使用嘅。嗱，呢句説話要交代，俾佢睇到神點樣大大使用你嘅，神咧可以大大興起你嘅。咁又同佢討論點樣去可以改善啦，用柔和嘅心去幫佢啦，即係一路幫佢嘅時候，用柔和心去做到，即係欣賞佢。咁呢個就係見到人有弱點嘅合乎神嘅方法。但係好多時人就唔係喎，教咗你好多次啦，點解教嚟教都唔識啊？一做嚟做得咁慢啊！哎呀，你真係好慢啊！你真係好轉數太慢啊！你真係唔掂啊！你走去穿粒下啦，即係我哋會做啲，做啲令人唔舒服嘅嘢嚇。好啦。箴言十五章一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怒戾觸動怒氣，就是當我們說話柔和的時候，就算人想發嬲，即刻氹翻佢，啊佢都唔發嬲。但有時好得意喎，有個人咧，佢想發嬲，可能佢好中意嗰個仔女，但氹下佢就發嬲喎，因為佢能夠喺個時候講一啲柔和嘅説話。箴言廿五章十五節，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柔和的舌頭能接斷骨頭，即有人真的很想發嬲的時候，我們都能夠接納他，多謝他，欣賞他的時候，我們可能我們的說話就會將他的那種怒氣減少了，即求主幫助我們。好了，第三就是語氣了，
講説話語氣啦。箴言十二章十八節，説話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頭確係醫人的藥，醫人的良藥。嗱，呢度講到咧，即係話講嘢唔係淨係講嘅內容，而係嗰個語氣都好緊要。如果講嘢好浮躁，扮咗愛你㗎啦嘅時候，一方面話愛你，但其實嗰個人係冇激氣嘅，係咪？咁嘅時候咧，好似刀吉人咁啊！呢句説話，咁所以我哋留意我哋自己嘅語氣啊。有時有啲好唔在意嘅，真係我得閒你啦，一陣我嚟幫你，係咪？呢個語氣好唔好啊？佢叫我嚟幫佢，啊，一陣啦，即係不知覺地咧，我哋就會出呢啲咁樣嘅表情啊，或者仔女同我哋講嘢嘅時候就唔好講咁多嘢啦，個表情咧即刻皺眉頭喎。即刻咧又咪埋又唔好講嘅嘢啦，咁啊個表情咧係好明顯係唔開心嘅。其實人嘅眼睛係表達我哋嘅表情，所以我哋留意時少有我哋嘅説話唔好浮躁，而係咧真係用柔和嘅心、謙卑嘅心，我哋嘅語氣講出嚟咧係令人舒服嘅，唔係裝出嚟嘅，即係話扮嗰啲唔係扮出嚟，佢心真係中意人，真係有耶穌嘅憐憫，有得表情啦。約伯記十六章九節，我的敵人落寞看我，對唔住佢啲，因為佢嘅空間唔夠，所以全部都出唔到。即係話咧，佢講到嗰啲敵人咧，好嬲掘住佢，原來嬲掘住人咧，都係會傷害人嘅。咁我哋嘅表情，我哋講説話唔單止係語氣，我哋嘅表情，即係你一路講嘅時候一路笑容咧，咁咧係好好多嘅，係咪？我哋都習慣呢樣嘢。咁我自己都提醒我自己咧，講到盡量用笑容，唔單止笑容啊，係心裏面笑出嚟嘅，心裏面中意人啊，喺個心底發出，可唔可以啊？當你帶領小組嘅時候，當你傳福音嘅時候，都用笑容。就算嗰日我唔信，都一樣多謝你聽我講，希望你慢慢去諗啦咁。就唔好話有啲人係咁話，人哋一話唔信咧，即刻就黑面咯，即刻唔睬佢，下次見到佢又唔睬佢喎。咁嘅時候，我哋係著重自己嘅。結果就唔係著重我哋祝福人啦。馬太十一章廿九節，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呢個講到耶穌心係好柔和謙卑。點解耶穌咁好咧？説話咁好咧，就係佢心好柔和、好謙卑，係從神嘅心嚟。咁我點樣可以有呢個心嚟咧？就係多親近神啊，多讚美神。由早到晚黑，你都係耶穌，你真係好愛我。我成日都說服自己嘅話嘅，我不斷耶穌係好愛緊我噶，耶穌係好中意緊我噶，耶穌喺我周圍服侍緊我噶。我成日話俾自己聽，雖然我已知道，不過我不斷話俾自己聽，等我自己成日都感受，話我可以好開心噶。你可唔可以咁話俾自己聽？我係可以好開心噶，耶穌中意緊我。但事實上，好多人係冇呢種習慣喎，唔記得咗喎，冇呢種習慣好開心喎，冇呢種習慣享受神喎。咁我哋試下成日都話。哎呀，咁耶穌真係好啦，試一齊講下。耶穌真係好啦，耶穌真係好錫我。哇，耶穌真係好中意我。當我哋咁嘅時候咧，我哋自然咧心裏就會柔和謙卑啦，係啊，哈利路亞。同埋咧，善人從佢心裏所善嘅事就發出善來。呢個初頭我哋睇到啲嘢，就係我哋時時有呢種善良嘅心咧，自然就湧流出嚟。所以呢個處理心裏都係處理我哋裏面真係有良善。我哋嘅言語、我哋嘅表情、語氣都能夠祝福人，好唔好啊？求主耶穌幫助我哋。嗱，本來我想俾個影片你睇，不過時間關係，我下次先啦。我哋一齊起身，我哋禱告，求主耶穌幫我哋。我哋審察我哋內心，到底我哋嘅內心裏面咧，係唔係好多嘅唔開心品質咧？有時人哋同我哋講説話咧，我哋積存咗好多唔開心品質啦。結果咧，我哋好容易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咬翻轉頭。因為我哋裏面咧有一種苦毒喺度。喺呢陣，你係主耶穌，求你嘅柔和謙卑用到我身上，求你釋放我心靈，讓我心裏面咧完全嘅輕省，完全嘅放下一切嘅重擔。我的心已穩安靜，
将听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已温暖着。可唔可以有一个平稳安静的心，有休息放慢的心，让我哋嘅心柔和谦卑，让我哋嘅心时时都系祝福人，时时都睇重人，时时都关心人。当我哋睇到人嘅需要嘅时候，我哋嘅心里面就好想祝福佢，好想鼓励佢，好想帮助佢，好想话俾佢听，佢系好宝贵嘅，佢系好重要嘅。靠住耶稣，佢凡事都能做嘅。哈利路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哋每一个都深信耶稣爱紧佢。而家同耶稣讲，耶稣，我知道你而家爱紧我，我系好幸福噶，我真系好幸福噶。啊，你真系爱紧我，锡紧我，你锡我锡到窿晒。啊，你女人，你成日都想念我，成日都挂住我，成日都见亲我就开心嘅。你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且因我喜乐而欢呼。我有你真好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耶稣真好啊！哈利路亚，真轻省啊！主求你释放我哋嘅心灵，全然嘅轻省。哈利路亚，能够真心去祝福人，真心讲正言说话。哈利路亚，多谢天父，我哋又多谢神，神时常我哋讲正言嘅说话。神话俾我哋听，每人焉能忘记佢吃埋嘅婴孩，唔连率佢所生嘅儿子，即系有忘记嘅，佢都唔会忘记我，佢时时挂住我哋，怀念我哋嘅时候，成日咧系祝福我哋，成日同我哋讲温和嘅说话。你嘅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哋有你真幸福啊！但系每一个人都向耶稣讲。我有你真幸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好平安，好轻省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好平稳安静。主耶稣爱我，主耶稣吻我，主。主耶稣，我真的好幸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一边想着耶稣的爱，一边放松整个心灵，啊，我真的幸福啊，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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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幸福啊，啊，放松整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哈哈哈。每一个人都放松整个心，啊，整个心放松晒。我有你真幸福啊！哈利路亚，哦，有耶稣真幸福啊！我哋每一个都渴慕神，渴想神。主啊，我哋渴慕你，我哋深信你就喺呢度。我哋伸出我哋手，主耶稣，我哋渴想你。主啊，我哋好想捉我你，我哋好想你捉我。